秦阳，你根本就给不了楚宁师想要的。秦阳，你该知道林家在凌云城内是当之无愧的霸主，你根本斗不过他们。这就是你把我哄骗到凌云山，让林世成夺我心门，转移到他儿子身上的理由。老天爷，连你也为我感到不公吗？我是无上神帝之子秦阳，乃九命天子之身，需经九生九世才能成就帝位。我如果说是九幽大帝托梦给我，你信吗？原来是九幽大帝在咒着你啊。神诀，那听着好厉害的样子。没事，我来帮你。武者的世界，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我倒觉得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既然你们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叶子清，你的资质不错，只要你好好把握机会，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。你究竟是何人？凌云城秦家三少爷秦阳。